别要理。好，阳明山会流过来吗？会吗？然后直接变台北，没有就变台北平地耶，直接全部填满这样。台北平地，哦，这不是啊，那这样会变台地啊，台北台地，太土了吧？直接填满，然后就变成平的这样。平的吧？我怎么知道？好像我有看过火山爆炸一样。我怎么知道？